大家好，我叫 Abudureheman， 今年16岁，上高一。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村庄。这就是我们家拖拉机，这一辆是前几年买的，这一辆是今年刚买的。今年生意还不错，希望明年做得更好。这是我的可爱的弟弟，还有我最美丽的妈妈。这是我帅气的爸爸，爸爸非常喜欢音乐。哥哥也完美遗传了这个爱好，现在他在新疆艺术学院上学，现在在村里可是个小名人呢。他有个自己的录音房，经常自己写词编曲，也经常教我唱歌时的发音。这是我爱打篮球的弟弟，他篮球打得可厉害了，我们俩经常比赛，有时候我还比不过他呢。